天地众生皆应臣服于本尊。你很有趣，用这当做看一场好戏。热巴与任嘉伦的新剧终于开播了，许多网友都是奔着二人去追的剧，但是却被剧中顺德仙姬惊艳。顺德仙姬的扮演者郭晓婷，竟然是仙剑三中的小土豆花莹，光脚走路，霸气坐姿，全权以风披美人，和仙剑三中那个单纯可爱的小花莹大相径庭。这强烈的反差感圈粉无数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，这是变成钮祜禄土豆了吧，反派风披人设太带感了。说起仙剑三这部剧，捧红的明星可不少，杨幂、胡歌、刘诗诗、霍建华、唐嫣都是，但是郭晓婷却没那么幸运。虽然在那之后拍过不少剧，但能被大家熟知的剧也只有仙剑三，人们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，一直都是叫她花莹。这次与热巴任嘉伦合作的与君初相识，给观众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，让更多的人都认识